他连一个乌蝇你都搞不定的，他的能力我看也是。像那北农现在昨天陈吉仲出来回应，他说希望北市能够成全农委会，把股份卖给他。他是打算全部买去的，我不晓得。所以你不会认同这样？他连一个乌蝇你都搞不定的，他的能力我看也是。